是它比较厉害。哎，有在看哦，这卷丝哦，这只大家可以去，可以去往下做。一到两秒钟就可以，一到两秒钟它就可以，已经是那么大的网了。对，我看一下就，它大概在一到两秒钟。已经断掉，没看到。有啦，你在这边看，你用棉的，侧面这里就有。棉的跟缠绕绝对有一个。那亚洲才有。打包的方式，那是做到猎物去包它。哦，可以这么快啊？不是用实际做的。对，实际上在自然界中，它没有，一般它是一周会有每分钟。